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要死的，这地方那个老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跟自己关系关系，我跟你糟蹋，就要控制人民。你笨傻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帮你上。我跟自己真正是一个意外，那你今晚也是一个意外。笨傻。滚手，滚手！你啊，你怎么解释好啊？我想来解释，你害我怎么解释围困？我不要你心不露心！啊！我跟那爱人没结良缘，我是要跟伊结婚，我啥物问题啊？你冇配，你冇资格！那你怕死我啊？我刚刚跟没做会，我干嘛去死？我，你想要死啊？你害我怎么跟小围困？我操！你让你心不如心。这时阵，你个曾经不守岗位，我看到人心，你有什么见过？是我，我有见过。妈，别打了，我有张人心，这个演员见过。谁人证明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人心公公站在那里，谁人证明什么？所以是你目睭紧紧看见林世云哥的房间呢？所以这一切真正是你设计的？我无，我只是把房卡退给你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你哪有这鸦片？是安怎？袁师傅，因为我暗棍仔给伊提掉的，伊用我袂记真个鬼来威胁我。啊，不过到今日这种地步，我无出阮妈衫，因为因两个，因把我所有过去拢压压出来。上苦的人是你，你明明是我的事实，无尊重我这时代尊都煞，阁想要用一张相片威胁我。你根本是个超鬼！滚开！阮查某囝，你无出去干嘛？不是，根本什么话要讲的？奖品是你何方文人？对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因为因两个人拢无介意我，郭秀君、方文玲拢无介意我，一个为着后生，一个为着查某囝，我毋是超工要对付伊。伊若是无做甚歹代志，我哪有法度对付伊？我只是要救我家己，我安尼做够唔对？现在你要救你家己，你到底有偌委屈？你讲伊无佮意，欺负你，欺负家，你将娘怨恨，继续害你的小妹。你想做那个房卡给我？你到底希望我欢喜还是艰苦？
我看无。无论是欢喜还是艰苦，我拄则已经讲过啊，我只是提供一个选择给你，莫搞的多遐尔好听。我甲志宏的态度是同款，我的囡仔，我家己教。你伤害是我的查某囝，敢讲我无许多个家己？你即马是认为讲，伊毋是我亲生的，所以我无许多教是伊是？好，那你为着叫伊亲生爸爸来教是？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你的心肝宝贝查某囝，这就是你冒着性命危险挂一块挂号用的查某囝，这就是你甘愿跟我离婚，嘛还跟伊娶倒倒来的查某囝。现在你这个查某囝伤害咱两人查某囝，你敢要好心交代？你讲过，你想要爱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你讲过，你爱你的囝儿时阵，等下你的身躯边，我拢替你做啊。今嘛嘞，你这查某囝安尼做，做这款代志，你敢有法度忍耐？你敢有法度接受？张巧玲，你今日一定要好好教训你的查某囝，教训到让我满意为止。仁心，过来，过来！爸，你对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？是真的。那你想要被谁给指定？想要被利用紫婷来伤害人美，你拢是我的查某囝，你对我的心内感很重要。假讲，想要你心内当怎样用，是安怎？当初你妈妈利用我，都才有你即摆利用紫婷感款，我知影。恁心内无安全感，也毋过恁来人做这款代志，你啥物安尼做？你来人伤害恁姊妹啊！我的命会当乎你，也毋过你会当伤害恁姊妹啊！你的命比我的命更重要。我自出世就无歌，是安尼这尔无公平？梁振辉已经足辛苦啊，我搁爱挖苦别人才会当活嘞，真无简单。阮两个人已经过了足欢喜、足快乐、足平安嘞，偏偏这时阵就有人出现破坏这个平安、破坏这个快乐。这个人，敢若看到伊想要追求爱情，却无看到这个爱情边，徛着一个袂当分割、分割的生活。上解苦的，是你。你明明就知影全部的状况，却无顾一切，敢若要去追求你个爱。我已经跟你讲足侪遍，我跟你讲死的死的，你听无？我告诉你，已经分开啊！想做你搁要利用我来设计紫婷，想做你已经分割成功啊！你搁要利用我来伤害紫婷，想做你要利用你的伤害来伤害我这个阿
子，因为我要让你看清楚，颜色源不是一个嫁到你阿的人。我无嫁他，所以你就会当失去我，糟蹋我，无聊啊！这上无资格讲话的人就是你啊！都在人心里，伊失去你，糟蹋你，不留你。啊，不过后来你现在对待人美，你把人美关起来，把吓惊，讲是要跟伊求婚，其实是咧逼。你跟子婷已经发生关系了，这是事实，煞唔肯承认，唔肯对人美坦白，你哪袂当参像一个查甫囝负责任？结果一直相骗，失去弟弟，就是后果。我李秀玲阿姨都无法度原谅代志。顾先生啊，阿伟秀元是伊是做啥？伊伤害我两个查某囝，伊出手拍郭志宏，我真正唔知道你这个孙是孝还是公。真是，从细汉到大汉。我都跟你讲过，有什么代志你也跟妈妈讲，妈妈会替你解决。你若是有讲，社员跟人美，可能一早就已经分开啊，你嘛袂有这么侪怨恨。结果你什么都唔讲，我有讲，你拢无听。我有听，所以我跟颜胜元保持距离。我跟颜胜元已经分开，你要我讲几遍？哦，就算你认为我讲话无算话，就算你认为我无做到够，安尼你敢就有资格设计子婷，就是为着要伤害我这个阿姊？你哪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代志？我倒位卑鄙啊！我只是咧保护我家己。你哪阿莫跟我玩啊？这是我家己的选择，我算是人心是给我。你看，林子婷在你替你讲话，你敢唔免甲伊回信嘞？是嘞。你刚把情形了，我就开始后悔安尼对待你。我想要弥补，我想要安慰，所以代志才会变到这呢，变到这呢多，变到这呢乱。我嘛唔知道是安怎安尼死嘞。不过对你，无可能。其他的代志，拢是因为你，拢是因为你自私，你反背我，你无关心我，拢是因为你。敢知影？你们若伤害其他的人，你伤害最大的是我。就算还够大，我不是安尼跟你讲，我不是安尼跟你讲的。失败。